哦，这什么地方？先开一下啊，夹娃娃机啊，夹娃娃机，来夹，夹到了，夹到了，然后选择放下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就这里吧。然后夹第二个，这个啊，等一下，夹娃娃机几乎没有一次夹过，所以夹，但是在游戏里的还是可以放中间这里 ，OK， 这样应该就够了。 跳，跳一个，跳两个，加一个，跳，好好过来了。哎，这人吗？是哎，已经死掉了。看一下，什么？那些他们那些那是什么意思？他在吃到另外一台，这根本是找死。那东西，那不是我们人类能够控制的东西啊？就刚刚那台机器吗？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刚就有个东西在窥视我的我们，谁啊？有点恶心哎。 哦，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这跟当时说的不一样啊！开什么玩笑！你们这些荒唐的旅游，我要退出曼蒂斯，我不待了。嗯，五分之四，这会遗漏掉吗？如果遗漏掉，不好意思哦。当然，尽可能还是要每个都找到了。别去理那家伙，到底是谁在窥视我啊？ 他已经就一直在找我麻烦。我怀疑这个女生啊，她应该是女的吧？应该也不是人类哦，她是别担心。很久以前我就给她一个惨痛的教训。现在那家伙对我们没有什么样的威胁。哼。对啊，更不用说上面还有那些怪物。等一下这有点可怕哎。去吧。哦，刚刚好，还好。呀，那个尖刺好可怕哦。我们眼前还有一堆麻烦，真的。 来吧，先看一下它的记忆是什么。弓下焰座，怎么锯都锯不坏啊！这该死的箱子，还有里面那个该死的液体，这么危险的东西，要是还有残留，妈的，东西一开始不应该是由我来处理的？嗯，它可以爬哦，它可以推吗？它的用处是什么？哦，它基本上还是怪物哦。 这箱子是干嘛的、啊？应该是要让那个抓的，但是没有抓的把手的按键啊。哦，嗯，这个不可能跳过去啊。呀，这个，哎，对啊，按键在哪里啊？下面有一个这个管子，我居然差点遗漏掉，吓死我了。哦，通到这边来有什么意义啊？ 哦，上面哦，正上方啦。不好意思，我一直在看正下方，完全没有看到上面还有东西哦。等一下哦，再一次，先上去。嗯，这个正上方啦。等一下哦，弹弹 ，OK。哎， 距离超远的。哦，夹娃娃，是是是是是。这个按一下。哇，长成肉块。 诶，距离来看的话，这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嗯，那刚刚下去的意义是什么？弹 ，OK， 但是不行，没有 OK， 谁跟你 OK？ 距离有点怪怪的啊。先弹上来一点点，来喽，过去。而且每一次死亡都要重新来，有点心皮耶。 来按一下，等一下先把它移过来一点点，大概这里吧。OK， 夹起来了，是这样子吗？哦哦，是是是是是，我知道了，把它困在那里就好啦。我在干嘛？等一下等一下，太不会按了吧？先过去哦，嘿，困呀、yeah! ！One more chance， 来 ，OK， 困住了，困住了，太好了，然后再直接过去就好了。 哦，我还以为是要成功跳过去，来，然后跳到这个箱子正上方，过去 ，OK OK， 哎，是这样吗？呀，肯定不是哦，没关系，再一次，啊，不过用滑鼠好累哦，手好酸哦，手比我想象中还要酸呢。 OK， 先移过来一点。
大概在这边吗？这边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等他过去，放 ，OK， 然后就这样子吧，这样应该距离就够了。先跳到箱子上，然后再弹到这个高一点的地方，最后再弹到这个上面 ，OK OK， 哦，哎，昆虫昆虫，嘿，哎靠我嘞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嘴巴怎么越来越脏了？呀，狗屁不理，提莫，过来一点过来一点 ，OK。寄生，来读一下吧。我的脚不见了，他们把我的脚怎么样了？呀，有点恶心哎，真的。原来这个游戏看起来不是怎么善良的游戏哦。读一下吧，又是谁啊？糖果，好想要糖果，我明明很乖，给我糖果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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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是四岁的小女孩耶。呀，小女孩辛苦你了。希望到最后能够解谜，说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。不过看起来这些人都没有救了啦，所以说知道还有意义吗？来，这样子，等一下那只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弹，哑巴，差一点就死了，哦，他爆嘞，不下，五岁弟弟，他们把我弟弟藏到哪了？我好想他，不可怜呢，嘿。妈妈，四岁而已，艾玛变得怪怪的，她今天竟然抓伤我，我好痛哦！我真的好担心她，希望她没事。晚安，妈妈，明天我会再来这里看你的。看来应该是用视讯在看人哦。左边是不是有一条路啊？这里有点可疑耶。哦，是毒，不过好像也真的没东西哦。呀，这个毒好烦哦。啊，不过会消失，还好。我说到那些怪物，幸好这下场还没有被他们发现。这是人啊，能让小不点你顺利醒来。四岁的机组准备员待在这也一年了，其他航舰离开后也没有再回来。难道我们被抛弃了？为什么长官们一句话都不肯说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还回得了家吗？真是很可怜哦。呀，等一下，这个装置有点可怕哎！哦，黏 ，OK， 哦，你看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阿布奈，等一下，要去哪里？我在哪里？可以进去吗？啊，不行，进去会死。嗯，哎，那我到底要往哪里走啊？上面也不能走吧？来，不然我弹一次哦。来，过来，然后呢？路线在哪？路线，仔细看一下哦，仔细看。路线哪里有那个？哪里有路？哪里有路？没有路啊！啊嘞？没有路哎、欸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真的没有路，真的没有路。但还是我错过了、哦。这上面看起来也确实是没有啊！啊，看到了，原来在那里，正下方。哦，还好还好，有发现。哦，这么一想，哦，有最后一个哎。地面可远比这里还要更危险，得先趁现在熟悉避开危险的方法才行。读一下吧。仓储管理员，曼琴那家伙怎么搞的？从其他航舰离开后就变了一个人，那些自带的家伙也是。这到底是怎么样？我还是比较怀疑他们以前的拽脸，真是的。好复杂哦。哦呦啊，やめて，やめて。啊，这个是要干嘛的？这要干嘛的？要抓人的吗？欸、有可能呢、欸，有可能是要抓人的、哦。把他抓上去之后，让他移到这边来。OK， 过来吧。来来来来，抓我，来抓我，我抓你。移动，然后把你摆过来。等一下，它主要的用处就是要解锁、哦。很好很好。然后之后我再把自己抓上去好了，可以吗？好像不行哎。我试一次看看哈。哦，不行。那怎么办呢、啊？我要怎么上去呢？
哦，欸，原来如此，不好意思，你先死一次好不好？欸，可是可以这样上去欸，可以这样上来欸，那就可以解锁啦，来吧 ，Open， 验证，先去上面拿那个好了，回忆。是的，我已经将混合剂调好了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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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混合剂量，最后再加入什么什么，课后将温度调降至200度，没错吧，阿斯卡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调配方法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阿斯卡，你还好吗？你脸怎么变得那么红？它正在变化中啊！啊，满了，那会怎么样？哦，加一命哎 ，one life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不拿也可以哦。接下来是要想办法过去。过去的方法还蛮简单的哦。我先自杀一下。哇！我只要连同这只怪物一起被抓上去就好了。来 ，coming，coming，hurry，coming， 快来啦 ！OK， 一起抓，好可爱哦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你就在那边吧。呀，等一下，先读一下你。哇，他们要来了，要来不及了，快把门关上，别管后面的人了，我们活命要紧。确实是这样子哦，踩着这个，然后冲过去。嗯，这个也是哦。哎，它在发光哎。哦，又要获得新能量了。嗯，不是记忆。哟，救命！哇，好惨哦！可恶，打不开，不要再过来了。砰砰！怎么会外泄？当那个气体吗？啊，他要自杀了！呀，好可怜哦！可，看起来好像也没能自杀哦，看来也是变成妖怪了。分散嘞，这个可以读吗？呀，身体只有一半也可以读，有点恶心。水源循环系统正常，还能支撑下次，但粮食超过预计停留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。继续待在这个星球的话，我们会饿死，必须快点返航才对。看起来这一个世界也是蛮复杂的啊。要，哎呀，又要继续往上走了。你没事吧？你很有事啊，超可怕的哎。出得去吗？哦，出得来，出得来。哦，右边有路。哇哦！哎，我在哪？我在哪？我在上面哦。哇，转圈圈，转转转，看来我们还是进到哪里更内部的地方。呀，这个这角度可设计的真好啊！在这里应该是暂时不会再遇到那些家伙了。哪些家伙啊？哦，弹，哦，大弹。我也不能太大意哦，等一下，我要读一下他。走到这里的话，暂时是不会有危险了，但是你死了。但是那气体，迪伦，你只剩下你能救我了吗？迪伦，谁是迪伦呢？哎呦呦，哑巴哑巴，阿布奈，阿布奈，阿布奈，但是按，不是这个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欸，上面没有路嘞。哦，右边有管子哦，那管子超不明显的。哇哦，哇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装置啊？来喽，哎，呀，再弹一次。哎 ，OK， 我按钮喽。按钮之后呢？没有怎么改变呢？哦，这个门开了。哇，这有点可怕哎。哦，嘿，跳，最后一层，最后一层比较可怕哦。嘿，快点，快，哑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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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啊，
再一次，跳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摆在上面，不跳 ，OK， 最后一个比较可怕哦，还再一次好了，有点可怕，你看，这只都在发抖了，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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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跳跳 ，OK， 在缺少维护的情况，哎呦，这有点可怕哎，嘿，跳，这里要连环跳，OK。这个转动没有什么意义哦。哦，快下去！哦哟，底下那个距离太难抓了，路基器都停止了，不知道对塔有多大的影响。这是塔，我以为是太空舱呢。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来得及吗？哑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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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哑巴！太快了吧！要考验我的速度啊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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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绕一圈了，再次哦！哦，跳，跳，哇，高速跳，高速跳！啊，哟西！按开关，开了吗？开了吗？开在哪里啊？这里有个人呢，刚才发现。我们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，那是神的力量。只要再发动一次，就不只是毁掉几艘航舰而已。这次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，好可怕的啊！等一下哦，快快快快！要不然 ，OK， 再回去吧。这里的开关开了之后呢？到不一样的地方嘞。先粘着，粘着，粘着。要从下面哦，这里。黏着，喂 ，OK， 顺顺利利，这个我还蛮拿手的，还是只是普通而已，喂 ，OK， 我看那个管子的破洞，你似乎可以用这个到更上面，哼，他自己进去了。这个应该是可弹的吧？是重力啊！原来如此，这是个糟糕的地方啊！不过它重力是依据什么？依据里面的水吗？不行，这个距离比我想象中还要难抓。等一下哦，一个一个来好了，来到这个上面，然后再到这个上面。到这个上面，不行不行，OK OK， 停到上面了，好暗哦，好暗好暗，看不到东西耶，好暗哦，等一下，这个上面还可以去吗？怎么感觉好像有路啊？应该不会有秘密的通道吧？来喽，这个那么远弹得到吗？我弹，哈哈哈哈。才超过一点点而已，好暗哦！等一下，我觉得那个光应该会提示我一些东西哦。看一下哦，看仔细一点。没有啊，没有东西耶。只能从这边吗？其实从上面也可以慢慢用哦。这样子有没有？然后再过来。有花。超危险的！来弹到边边，再来一点点。还有光束哦，又是那个石头。小心哦，这个石头的落下速度我还没办法掌握。来，下来下来，石头呢？弹弹弹，再等下一回合好了。OK，Yes， 完。上升电梯，里面又是那些像培养皿的东西。这一个我最喜欢玩了。你说最喜欢玩，然后超不会的。阿布奈，阿布奈，阿布奈，呀！
我跟你说，那上面的生命一点用都没有，反正碰到就死。对啊，过来一点，我直接过去好了。开关，哎、欸，哦，开关在这里哦。然后呢，这是什么？有一个惊叹号，这是镭射吧？嗯、啊？嗯？镭射是干嘛的、啊？镭射碰到之后，上面有个东西掉下来嘞。先读一下记忆好了。哦，嗯，浓度正常，可以运送了。很好，这次生产的比之前还要稳定。哦，有个枪，是谁在那里？你怎么会在这艘船上？呀，好可怕哦！一个 ，wait， shit， 哇，好可怕的记忆哦！现在读一下它好了 ，space， 哦，哎呀，它有复制体耶！啊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伸出一个复制体之后呢？是不是要踩着左边那个按键啊？然后呢？好像也不是哎、欸。还是要回左边啊？左边不大可能啦、啊。哦，它消失了，蒸发了。嗯，这里没有提示吗？培养你吗？也不是。关系先过来看一下好了，左边这边的开关肯定有一点关系哦。哦哦哦哦，是是是是，正下方还有一个那个啦。等一下 ，space 先移动一下。啊，他不能过来，他会死。那你就帮我踩着吧。然后下来，不来 ，yes。啊，又是一个人哎、欸，看起来又是日本人。诶，读，不是外国人。增值原料的供给还是要维持现况，这样子是支撑不到计划完成的。原料供给的比例必须重新调整，还是要以制造极原流体为主，这是计划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哎呦，上面像触手一样，哇，又是另外一只。这些瓶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、欸，这只要带走吗？这只看起来是带不走了。哦哦，那边伸出来一只了。伸出来一只是好了，但是你能够帮我做什么事啊？等一下哦，我先移过去。哦，蒸发了，所以不能过去哦。嗯，对啊，这只在这里要干嘛？能帮我吗？啊，过不去，距离有一点点。哦，是是是，我知道了，靠它的重力啦，先稍微移下来一点点，然后我距离应该就够了。哎。哦，这里会起来哦！一下，待って。等这个起来之后，距离应该就够了。哦，他会死，他会死，就可怜呢。啊，我也死了。再一次，先靠他的重力把这个移下去，然后等到移下去的那一瞬间，我自己直接再踩到这个上面来。来，准备喽，准备喽。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等他死的时候，哦，这里，哎、欸，咦、欸，不是吗？不是这样子哦。嗯，哦，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，他先踩在这个上面，然后他自己移过来那个地方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我移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跟我想象不太一样。困难度有点高哎、欸。好，等他快死的时候哦。哦，我上来，然后那个再慢慢的上去，有没有？哦，我跳。啊，好难哦。这个距离不大会抓哎、欸。过来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过来！哦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哦，交换吗？
是交换吗？我说的交换是指说，等我过去那边的时候，由右边这一只来到左边的电梯上面。哎，好像可以耶。再试一次哦。好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然后再换这一只过来，然后你过去。哦 ，yes， 顺利过来。呀，对不起啊，牺牲了你。但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生命。哦，等一下哦，下来，上来。与分身连接的讯息并不稳定，当分身独自在怪物头上的时候会失去讯号，你必须跳到另外一只怪物头上才能再次与他们连接。跳到同只头上的时候，分身将会被你吸收。所以分身要控制敌人的话，一定要我也复制，就是跳到头上就对了。那我大概了解了。来吧，先出来一只，先读一下他的记忆好了。我被淘汰了，那什么意思啊？这指我不用再做那些实验了，我终于离开这里了吗？太好了，不是，你死了。好，那这一只先过来吧，复制一下你的头，不是复制你的头。哦，他也可以读记忆耶。能适应极原实验的受测人实在是太少了，有必要让他们都登录重生系统。与其让那些没用处的人使用这个系统，还不如让这些受测者可以重复实验。毕竟我们也无法再寻求新的个体了，有点可怕。来，先打开这个吧。哦，会一起动哎。呵呵，下面那个手也叫白，可爱。登录。OK， 谢啦。好，回来喽。离开吧。物理开后，上面的那个讯号也不见了，那怪物也不会攻击人。哦，阿布呢？先复制一下，读一下。不要再折磨我了，我已经没办法再忍受这种痛苦了。Kill me, kill me！ 为什么今天我这一次都要讲英文呢、啊？不知道玩那种游戏都想讲英文。读一下，敌人受彻底，我可以感受到那液体一直在身体里窜动，好痛，它侵蚀我的身体。我觉得我也慢慢变成他一体的一部分，我没办法再承受了，让我解脱，拜托，好可怜哦。这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分开哦，这样子好了，稍微有一点点错开，有没有？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顺利来喽，再来 ，OK OK， 小心小心，你看我没办法读下面的字了，自己不小心就死了，好读。Yes， 来吧，帮我解开。耶、yeah ！等一下，先回来一下，回来本体。哦，哦，有那个记忆的断片，上面也可以帮我拿嘛，对不对？什么？这个没用的东西不能帮我读啊？吧，那你的用处就是帮我拿这个了，帮我压下来，然后我自己上来，然后你再过去。等一下，我先离开一下好了。看来这个重力我是不能自己在上面的。重力不够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我要上去。呀，你这个臭生物，下来一下。好，我自己先粘上来喽。等一下，那粘下方吧，然后这一只再帮我粘这个地方 ，OK， 重力够。这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呢。拉得下来是拉得下来了，但是不是很好控制哦。没关系，再一次，上面这一只先下来。然后这一只先过到右边好了，把这里整个都拉下来先。拉下来有意义吗？好像没意义耶。对，看来不是这样子哦。我要拉下来是没有错，但是要先把这个，我自己要先在上面。但好像也不是耶。这个有一点点困难，想一下好了。
OK。 您好，格林贝尔先生。对，我之前待过曼蒂斯集团，是专攻极源流体的研究部门。对，那高效的极源流体是我研发的，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拿去运用在军事上。这不是我的本意，我只想让世界变得更好，希望能有机会加入你们，加入 WB Lab。 不过自己的美意啊，跟自己所想要做的事情不一样的时候，真的是心会凉掉吧。这个很难说欸。这个先移过来吧。不对，等一下哦，顺序要先搞对，这个要先拉下来，然后我自己先上去吗？看来不是哦。来哦，然后我上来 ，OK， 然后这只上去 ，Yes， 太好了，哇，好累哦。虽然说关卡没有很难，但是玩这个还蛮累的。下一个哦，虫虫，我们每一只都要读一下。Sorry， 小林又在自言自语，六岁而已，我都跟他说过，妈妈已经不要我们了，整天一直对着墙壁说话，我已经不想再跟小林当朋友了，好可怕哦。动一下，要下一只要连哪一只嘞？就连你吧。我弹，弹不过去，面对屁股的时候不能弹啊。还好那个毒气对我没用哦。好可怕，多多的手被咬断了，我会不会也变成那样七岁就要面对这种事情啊？我不想待在这，妈妈快来救我。对不起，没有妈妈了。快点过来。OK， 救你。阿布奈。四岁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好饿，肚子真的好饿，所以我才咬的。好可怕哦！所以他们这个记忆其实是已经变成昆虫之后的回忆啊，有点可怕哎。有选不要抓走哥哥，哥哥很怕痛，我可以带着他，只要抓我就好了。你也变啦、啊！呀，好可怕哦！读一下好了。有人偷跑出去吗？快回来啊！我不想被揍了，你回来。这里有点远欸，我有点担心跳不过去，没关系，试试看好了。复制这一只。他们不是说妈妈在这里工作吗？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妈妈？在这里待了好久，好想见妈妈。妈妈也认不得你了。 OK， 离开吧。来到一个开阔空间欸，有一个不大一样的人欸。是什么？好可怕哦。不可能，